절묘하게 안돼. 此人可能在三日或是七日中，一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，念名号满一万遍，可以得到菩萨现出无边身形，具体告知家眷所生的事迹，或在梦中，菩萨现大神力，亲临此人到各个世界中去见每一个家眷。 见过亲人之后，此人若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号千遍，止于千日不间断，就会得到菩萨遣令他所居住地方的土地鬼神终身保卫拥护，使他现世衣食丰足，没有疾病痛苦，乃至凶横祸事都不入门，何况近身。 此人毕竟可以得到菩萨来摩顶受记。若未来世的善男善女，愈发广大慈悲心，救度一切众生，欲修无上菩提道，欲出离三界，这些人见了地藏菩萨形象，以及听到名号， 一心至诚地去皈依他，或用香花、衣服、宝贝、饮食供养后，再去瞻礼，这些善男女的大愿，速能成就，永无障碍。若未来世的善男善女，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心愿， 只要皈依瞻礼，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，所求心愿都可随意成就，或求起地藏菩萨发大慈悲，永远拥护自己。一发此心愿，在睡梦中就可得到菩萨来摩顶受记。 未来世的善男善女，真是大乘经典，法不可思议的心想去读诵。虽然遇到名师教导，但是玄寂玄妄，经年累月不能读诵。此善男女等有宿世业障没有消除，所以对大乘经典没有读诵能力。 听了地藏菩萨名号，见了地藏菩萨像，把心愿恭敬地向地藏菩萨陈述，用香花、衣服、饮食、各种玩具供养菩萨，放一盏净水在菩萨像前，经过一日一夜，然后合掌请福，回转头来向着南方， 把净水饮了，入口之时要至心郑重，服水完后要非常谨慎，切勿吃五辛酒肉，不可邪淫妄语，杀生害命。经过七日或二十一日，在睡梦当中就能得见地藏菩萨现出无边身形， 用法水来灌头顶，妄行以后就能得到聪明。大乘经典一经耳闻，即当永记，再也不会忘失一句一偈。若未来世有人衣食不足，所求不得， 多病多灾，家宅不安，家眷离散，或是遭凶横祸事，忤逆心意，睡梦之间神魂不安，
有许多惊惧恐怖现象。这样的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，或见地藏菩萨像，能至心恭敬地念地藏菩萨名满一万遍，这许多不如意的事就会渐渐消灭，得到安乐，衣食也丰足有余，乃至睡梦之中也会安乐。若未来世有善男善女，因伴至生活，或有公事私事，或关乎生死大事，或有紧急要事，需要走入山林，过渡河海，或遇大水，途经险道，出门前应当先念地藏菩萨名号一万遍。这样一来，所过的地方就有鬼神卫护，无论行走居住，是坐是卧，可以保护平安，乃至碰上虎狼狮子，一切要毒害人的东西都不能来损害。地藏菩萨对于阎浮提有很大的因缘，若要把他利益众生的事都说出来，就是百千万劫中也说不尽。因为这个缘故，观世音，你要以你的神力来留住这部经典，使娑婆世界的众生百千万劫永享安乐。南无观世音。